开飞行模式，玩法关掉，然后我们玩这个异度之刃叉。这个模拟器和游戏是从游侠下载的，游侠下载，但是呢，他玩的时候有曝光，他画面会曝光去玩这个游戏。然后呢，有个网友给了分享了一个画面插件，然后就修复了这个曝光问题。这个模拟器回头我也放出来，给大家使用。左下角飞行模式。